泥玩具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制作海鲜。紫色，看看这个像什么呢？有没有哪位小朋友可以猜出来？原来是一只螃蟹。第一位猜出来的小朋友，记得给我们留言哦。一只大螃蟹，绿色。左只绿色的大螃蟹，粉红色的螃蟹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来做出来看一看。翻过来看一下，最后再来一只黄色，黄色。黄色、紫色、绿色、粉红色。